我讲一句坦白的，以像2023你直接卖给我的话，我觉得价格上一定会吃不消。我会比较倾向于什么？哎，你可以自己尝试卖看看，你才不会落差这么大。因为你直接卖给我，你会折多少钱？折100多万嘞，应该是折快200万哦。没，还是因为有关系，有啦，眼睛都变大了，这肯定是有关系。你的理想价是多少钱？参考一下，我们参考就好。因为这种车，我相信你不用什么看啦。450这边啊，那我才跑刚6000，我才跑6000，那你还是不要买的啦。嗨，各位，哎。镜头要照我啊，怎么照阿红去了呢？对不对？司机比较辛苦嘛。是，没事，司机让他专心开车。各位，今天看到我们全员出动，耶、yeah. ！肯定是有好康的嘛，对不对？阿红应该不知道什么好康啦，嗯。所以我们要保留司机一个惊喜，好，让他开车途中存在幻想，存在幻想。对，正点的啊，真的假的？今天买了车还是人都正点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到哪里？台中的国家歌剧院。哎呦，去听，哎呦，我的气质，听音乐 ，Go。这里有没有充满着书香气息？歌剧院地下室。没错啊，我们现在等那个车主阿红、啊。今天看你表现的时候，你平常压力大了不大？超大。需要让你眼睛吃冰淇淋一下。好、哦。所以今天这个任务交给你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Hello， 帮我随便停就好，当自己家。还真的随便停呢。哇！哦哟，吓死我了 ！OK， 这样就好了。那个不好意思，那个对，刚刚我们吓到了。女孩子开这台车不简单嘞，你这是几年的？我这是2023的。2023的，好红，刚你表现一下了。是你自己变害羞。哎、欸，老你这工作吗？我有摸到。变态，羡慕吗？我可以稍微帮你看一下车子吗？可以。可以啊哈。哎呀，这个让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办。阿瑞懂。有点红，为什么？你们地下室太热了。你这是 Buster 敞篷的718，是 GTS 对不对？对啊。4.0的。因为是6缸4000cc 才卖。就是喜欢它的声音吧。这个是引擎吗？引擎状况很好。小姐，你的引擎不在了，要扣钱。对啊，你要帮我付啊，原厂引擎要有啊。不要闹了。你这有贴新油皮对不对？对，有贴新油皮。哎、欸，好奇问一下，你当时这样买新车，买到好多少钱？580。买580。对，因为我选配就选了80那边，交车前它还有在涨价，交车前我已经有付定金，然后它就是以我当时买的价格算，但是它的空车价是涨。那、啊、所以你是幸运的哦。对，我是幸运。你有先付定金，所以它没涨你价，而是涨你下一个要定的人。对。以现在这个选配到好的话，应该要多少钱？就是580。580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而且你选的配备置，我觉得还是还不错的，是。对啊，我全部该选的都有选。Carbon 的，然后红内装、嗯，基本有用的都有选了、啊，太好了，这个车真的是太顶了，这个车配这个车主恰到好处。今天钱没带够了。今天没有带钱啊。今天带心，对，带一颗买车的心。红色内装真的超好看。对呀、啊，真的超好看的。干嘛学？我讲一句坦白的，以像2023你直接卖给我的话，我觉得价格上一定会吃不消。我会比较倾向于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可以自己尝试卖看看，你才不会落差这么大。因为你直接卖给我，你会折多少钱？折100多万嘞、欸，应该是折快200万哦、喔。没，还是因为有关系，有啦，眼睛都变大了，这肯定是有关系。你的理想价是多少钱？参考一下，我们参考就好。因为这种车，我相信你不用什么看啦。450那边吧。哦，450这边啊。那我才跑刚6000。6000呢？我才跑6000。那你还是不要买的啦。这么新，因为我平常都是市区开的。我说那为什么想卖？想换法拉利哈。没有啦，哦，没有 ，GTS 再上去不是法拉利吗？想要啊！你帮我介绍一下好了，对嘛？要看一下你选配什么东西嘛。我坐你旁边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会介意吗？不会。不会了哈。你老婆会介意。来，哎，你们可以先去忙，没关系。好，拜拜。先去忙，拜拜。那我先走了，好，拜拜。那今天吃什么？今天跟你去吃饭吗？啊，对啊。他们都走了不是？啊，你们还在啊？我现在是监视器，不是摄影机。哦，基本的都有啦。然后计时跑这些什么都有，虽然我不会用啊，我都正常开，我还没开破200过哎。那你买这个干嘛？就开啊。就单纯是。对，单纯开。喜欢 Porsche 哦。我觉得。带我玩看看。哎呦，好主意哎。这个提议不错啊，我们去绕一绕好不好？自肥时间。自肥时间，哎，你这台车整住两个人，不好意思，你。哎，真的哎。你开车跟着我一下。你搞得好像我是狗仔一样。等一下。
下。哎、欸，真的啊？你不是说今天要给我惊喜吗？对啊。啊，怎么变成是你自己在享受？你先开车啦。啊，先开车啦。先开车啊。对啦，先开车啦。好，走吧。那我就后面跟着你。啊，对对对 ，OK。好，女孩子开的难免啦。哎呀，你看，马上看到缺点了哦。这个还好吧，可以补啊。感觉问题啊，这个框很贵，那想要跑去那个缴费，然后今天让我体验一下副驾驶的感觉，体验一下驸马爷的感觉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体验一下驸马爷的感觉啦。两个色鬼，我也想体验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知名网红居然在偷吃，偷吃，光明正大，光明正大偷吃，还有开敞篷偷吃，开敞篷，抓到啊，抓到啊，上新闻了，上新闻，这一定上新闻。回去跟嫂子讲，哦，你看，要开到他们旁边吗？追不到了，追不到了，红哥，我努力啊，努力。这是第一次坐副驾，是吗？真的啦，靠腰，谁会去坐副驾？这么荣幸？对，是我的荣幸，不是你的荣幸。是我的。对，是我的荣幸。那我们要去？看你啊，你随便，反正他们不在。我们就稍微绕一圈，好不好？然后绕到我们后门那边有一个停车场，跑牌，哎，有开。所以他有开声音，他别人也没有到很大声，对不对？他是稍微有点雄厚一点的声音，但是不会到很吵。买四点零是单纯为了这个声音而买？声音，然后还有就想要买比较顶配一点的。听声音就知道哦，你这台是不一样。对。可是你又用不到。对啊，我功能都没有用。浪费啊！我就是这样顺顺的开。可以啊。抓到啦！你完蛋了！我要跟大嫂讲。怎么满面春风嘞？来，稍微跟他聊一下。他也是桃园人。啊？那我们都没有约桃园。他已经来台湾，台中住四年了啦。哦、然后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小道消息啊。什么秘密吗？这是你的年纪。啊、你猜猜看，这位那个妹妹，小妹妹，今年贵庚啊？18，一律才18。18也是正确。哈，一猜就中，没有啦，22岁，下个月满22，就准备大四，太扯了，21，还是学生，你还是学生，可以再帮他憋一次吗？想再摸一次，你好变态哦，没有啦，你等一下，我跟你等一下，想憋，他两个。好了，其实今天就是来这边，本来是来估车的啦。但是我后面真的，我们私底下有稍微聊一下，就是价差真的是真的蛮大的。我觉得他现在卖也不划算，说实话，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出价。但是以你450的话，我在估价一定是好再更往下一点，跑很少，我觉得继续开就好，不用说着急的把它卖。虽然你开是 GTS， 等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应该开飞机的吧？对不对？有飞机啊？哦，有可能。疫情的期间嘛，对，价格被炒得很高，然后现在为什么保时捷价差会这么大？供需法则平衡打坏，大家都买好了嘛，然后原厂又太多订单爆满，每一个都交车交出去了，那我就问你谁还缺车？所以这里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，因为它的价格它还是会再往下，因为新车一直在出来的情况下，它还是会再往下探。就像最典型的例子，上次我们买的 GT4RS， 半年前我们买多少钱？805万，半年后只剩下700万。对，如果真的所有考虑想卖的话。我希望你第一时间可以想到我，我一直都在。好，我一直没问题。我们。刚刚他说那个要请我们吃饭啊，不是我嘛？对啊，门要出来啊。我们走路去吗？没有，我们开车。那我给你载好不好？好，你在我们车。干嘛？可以载习惯人。我没有坐过保时捷。阿瑞，走吧。好，走吧。阿瑞，跟我们走啦。我上副驾。上错台了，上错台了。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跟他们走哎。你们不是要去吃饭吗？不用理他们，把跟屁虫，我们可以直接前面回转。对，他们等下找不到我们。这个还是好事啊！哎，当初怎么你会想要下来台中？我就想要换个县市看看。哦，换个生活模式。对，我就觉得台中很好啊，天气也很好。对了。对，因为北部就比较湿湿冷冷。我讲个坦白的啊，因为我自己是做小网红，我自己明白，其实台中的资源比桃园好太多。其实你可以看哦，所有台面上叫得出名号的直播主，都在台中。对，那不然这附近哪里有可以地方可以住房子啊？我也下来住一下好了啦，搞不好下次换我开飞机。那我可以搭吗？可以，还很远吗？前面就到了。哎呀，快乐时光过得特别的快，我们可以用滑的滑过去没关系，慢慢开。
本刊独家直击，知名网红偷偷与女网红幽会。哎，大哥在拍什么东西？帅哥，他还在装镇定。你也可以这样吃饭啊，大哥，别拍了，吃饭。说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吃饭，辛苦了嘛，跟很久了嘛，对。请你们说说你们的关系。啊、关心朋友，好朋友。不要紧张，小陈，对，尖叫小陈，对，尖叫阿史，尖叫小陈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有什么推荐的吗？没有，我都吃功夫面。功夫面是不是？功夫面，功夫面超好吃。你应该是问我。哦，对，没有了。在耍什么吃醋的场景吗？我们走了。我先帮他别麦。好，帮。我帮你。那眼睛在帮我哪看？我没有看。我绅士有没有？刚刚自始至终盯着镜头。什么时候可以让我接一下？再下一次。想一下你女儿。先点饮料。珍珠奶茶。对啊，很多人来这边都喝珍珠奶茶。吃水糖珍珠奶茶超好喝。那我也来一杯。我以为你看起来是只会喝无糖茶的那一种。看起来那么老吗？不是，就是。为了画面和谐，我们请来宾坐这里。啊，我可以坐对面是吗？对对，坐这个对面。哦，好。哎，太好嘞，阿瑞，你懂我哎。加薪呢？加，哪次不加？啊，我不好意思啊，今天马上给你福利。做过的啊，做过的。那你在整什么？干嘛啦？没有啦。嗨，谢谢，我们来这边拍摄影片。推荐你可以吃奶酥后面，超好吃。你喜欢吃后面吗？那你推荐我什么？奶酥后面真的很好吃。那你推荐我什么？功夫面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特制辣酱。加上去就好。会辣吗？一点点。跟你比起来的话呢？我就知道。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。跟你比起来的话，一定是这个太不辣了。全家。隔天你就知道哦。好，明天见了。眼睛会痛，另外一个眼睛会痛，两眼会痛。这一杯是什么？它对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菜单上没有的，这个是黑芝麻鲜奶茶，所以你要直接用讲的，他们才会做，不知道的人就没得喝。在地才懂得啦。对。哦，水塘还有在地？有啊，他说的啊。有一些店你去点，他就跟你说他没办法做，对。哎，我说真的，你为什么会想要卖掉？因为我想换麦辣卤。你的专场麦拉伦是不是？啊、太巧了，刚好有一台卖不掉的。哪一台？说不定我可以贴换。你贴我就有点黑心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贴你才对。我怎么会想换麦拉伦啊？讲真的，那个镰刀门很帅。所以你是因为那个门，所以想要换。就是因为门。那我想象一下，我从上面下来的样子。没有了，那个门这样一打开，然后一只脚这样出来，这样穿高跟鞋出来，这个桌子有没有顶起来？但是我觉得麦当劳应该比较不会需要修。不好意思，我打到你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前天讲这句话有没有，就是真的是太无知了。麦当劳不修不叫麦当劳，他你可能一个月在开嘛，可能有15天在修吧。真的？真的，除非你有本事都不开它，因为它主要是电控屋顶麻烦。可是它不怎么开啊。对哦，也是。因为我那台你去我那小局放多久了？你放在那基本没开啊。基本没开，坏了，拔不动了。对啊，像漏油，电控又坏掉，你内部电控零件太多了，你只要一个东西坏掉。连带整个都坏掉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再多考虑几台车。迈拉伦虽然好很帅，可是它真的不实用。差不多价钱，我多一百万，我就买一台法拉利，一保值二，真的不太会换。你真的是要良心建议啊，良心建议。因为卖超跑，像我们卖超跑，我们绝对是不给予保固的，这是一定的，因为随便坏掉好几十万。如果我刚跟你消费完这么大笔，然后买回来之后这样一个一个接着坏，我一定就对很堵然，所以我一定会把丑话藏在前面。对对对，你买这台车，你后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点，你能接受再来买。吃到太阳都下山了。认真的聊了一个小时有了，虽然他年纪比我们小蛮多岁的，但是我。对它的内容是真的是有的，言之有物。感谢今天你的招待，谢谢，辛苦了。下次我来台中再请我一次，啊、不是下次他来桃园你一起请客哦。哦，讲错了，讲错。好了，那今天这次里面就到这边结束，拜拜。